今天有哪些事儿？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下面来看吧。继续摸，摸几张一个。没有那是要扣牌、啊。那我还能再出个红色的。等一下。他自己这个。不是，你说。来，我们猜拳，看谁先摸吧。上吧，做剪刀布猜拳，谁先摸吧。来摸。哎，谁快一点？别等。摸几张？七张。放快节奏，当当当。漂亮。当当当。把我的封印拿来。没说，没看我要封印吗？是个巧克力。好，没有七张。让我讲话，没有七张，还没有七张。你们不摸吗？还没有七张。七张，有了。哪有啊？他现在有张了。我现在有了呀。没事，就先。OK， 来，开始啊。蓝色加二。你有加二吗？你给我停。你有绿加二。你要加二，你绿色加二也可以抽。那加四张最好。加四张，没有加二。为什么呀？没加二，这样就摸四张。那我这个不能出，只能出加二，摸四。我的天！那我讲话。那我现在出绿色，绿色。是吧？对。你还有绿色吗？我有七种颜色。我加二。绿色加二，又加二，现在就累积了，对吧？对，加二，又加二出。六张可以，就打工人团反转。不可以。那加二的时候，那我出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你要摸六张。给他下来，先摸呗。然后该我出了是吧？出。这个不是把坑挖给我了吗？自己。出红。二。红二。加哦，红二。红，我加四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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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什么颜色？现在是绿色。这个是变蓝色。下家公司看。变蓝色。对，还是加四。所以现在这一圈就是蓝色的。对，先赢。那再变颜色，可以。然后小凯也可以质疑你了，因为这张牌就可以质疑。质疑他变黄色。变黄，好。黄色，黄色七。黄五。黄零。黄零。绿就跟着你来。我变，现在就变成绿色，你得出绿色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变？我出绿色零，数字零，数字零，所以你数字零，绿色。马成长来。绿色，加二是绿色。四，我摸，你摸是吗？绿色吗？再摸。换我摸。是。现在就弹出来了，到我了，对吧？绿色，我可以出这个，对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小马哥，小马哥都转不住了。现在跟我是吧？有人跟你说一个。来，强哥，你变色吗？我不变色吧。我不变。不变。根据手里的牌，一张给人赢的一张100块钱，绿色。谁剩的多给的多。啊。你不能说了。哎，来，小马哥继续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感觉是西边打成个地主啊？等一下，我没有招，没有过招，你就摸四张，除非你也有，没有，先摸四张，除非你也有加四，是吧？要不要变颜色？我现在要变成红色。他肯定有他那么多牌。我有，我做了一把扇子。我先出红色，二或者加五冷。啊，无了，我摸，一直看到了红蛋，没有了，小马哥，红，然后我出红色对吧？你完了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反给你，反给我，然后呢？你没有红的，你摸，我摸，
我怎么一直红色？反色？我没有没有。我没有红色。哎，我可以再反回去吗？现在我如果你有红的那个反可以。我又。摸摸吧，红色摸，你不能变色，跑不了，红色。对，你们要注意啊，不然可以让他红色。我摸，九是吗？那我要。哎，你是要下巴才能打，打的是六，他出了摸了，他出六，大哥，他出了五，他出六，他出六，是吧？来，我等一下。摸到就可以打吗？对，摸到可以打，只要摸到是一样也是可以打。就五是吧？对。没有。然后我全是，然后我变色，全是蓝色。对，然后千玺赢了。他赢了。你千玺有没有这个加二？其他颜色的加？加二。加二，我有个黄色加二。你放出来。加二什么意思？你上面不是写了个加二吗？玩玩你有没有加二牌？绿什么颜色都行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叫摸四张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摸四张。因为累积。我有个蓝色，我有蓝色。你有没有？那你摸六张。六张。你有就六张。可爱，可爱。摸六张。哎呦！等一下，真棒。他们两个都是出的黄色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。你先摸六张。所以呢，黑四就是下一个人摸四张。哦。别说这个。那你要是，那你摸一张，你摸什么？我如果等一下，你摸一张。我如果说。出绿色，那我不用出，那下一个人出。我这个为什么他直接摸四张？因为就是功能牌啊。下一个人，然后你还可以变色。对对对，摸了已经，你摸了四张，而且可以抵消一次我打不了牌的那种。对，然后你摸了四张嘛，你要出什么颜色？那我说要什么？变什么颜色？出个黄色。你先变颜色，然后小马哥摸四张。变蓝色。我他打了这个牌，我进我摸四张。对，摸四张，别说话。小马哥，小马哥特级。他变成红色，我打黄蓝色。你要打一边红色，蓝色。我变成蓝色。对，你要蓝色。蓝色，蓝色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蓝色，就是。再摸一张，再摸一张，再摸四张，再摸一张，哦，摸一张，摸一张。好，然后小美打蓝色，蓝五。哇哦，我得出蓝色的了。对，他八张的。不是，刚才他不用那个。啊，我来九。蓝色吗？我你用什么？你还用那个？可以可以。那我还是你又加二吗？加两张，加两张。但我这个是干嘛？只能出加两张。他就是让你加两张。你要没有就加两张。我有。你没有加二，没有加二。哦，那我失败了，下一个。那我不，你继续继续打。那我这个好吃，会一直打蓝色，我一直。对啊，继续打。什么？你如果摸到蓝色可以。强怪没打，强怪。但是我要打。他只能加，他就被惩罚了，他加两张。那哎不，他没摸两张。他摸了。然后没有搅局了，那怎么跟？怎么跟？你有蓝色吗？啊，那你摸。接下来。两个是都摸的。对。等一下。我打蓝色。有蓝色吗？摸。你有吗？金佛，蓝色，蓝色，没有，用过没？蓝色摸摸，哎，这个是干嘛的？这是换方向。摸，那这种需要横键功能吗？你必须出蓝色功能。就类似于这种。对。摸，一对吗？你出不到蓝色，可以出其他颜色。我现在蓝色还可以出蓝色。不，你没有出功能牌变色了。你可以什么鬼？咱们不变色，弹回去，继续蓝色，弹回去，弹回去，弹给你。摸，他出牌，他不是，他摸嗨了，你摸，我终于有蓝色了，那就接着打，然后对变黄变，出了黄色的牌，那是变红色啊，变成红色，可以啊，变红，哎，他但是你可以质疑他，如果说他手上有红有黄色，他没有出的话，他就倒摸四张，有黄色没出什么。就他不是打了一个黄色嘛，然后小凯说我要变色，你可以质疑小凯，小凯你就说我觉得你有黄色你没有打，然后他如果真的有真的没有黄色的话，你摸四张，如果真的有黄色，那我质疑你没有黄色，我没有黄色，那你要到摸八张，你要摸八张，他是真的。什么？没问题，这个等一下，他质疑这个，不是你说，你不说，我质疑他，然后他如果真的没有黄色，就没等一下。如果他真的没有黄色，就是他没有骗人，就是你质疑失败，你要摸八张。我就质疑他没有黄色。对啊，他真的没有。就对呀，就因为他没有，所以他出这个。对啊，所以他没有骗人。你质疑是因为你觉得他骗人了，然后他如果没有骗人，我就质疑他没有啊。那你就不用质疑。你质疑是我觉得你有，但是你没有打，我质疑你。我就质疑他没有。然后如果手上有两张牌的时候，你打掉一张的时候要喊乌龙。如果别人发现，如果别人发现你没有喊，你就要再摸两张。乌龙，乌龙，你真的是乌龙现场。乌龙，乌龙，你打出两张了吗？对，两张就全乌龙。而且我输了，他又乌龙，快给他加。
快，我已经说了，二人球只能去王源了。你要是绿色的牌，我两张可以摸了，不是一张啊，一张，你刚说的两张，就是你打完还是一张水手，我走，别人亮你绿色是吧？对，是一张的时候才摸。对，那没摸，那你摸摸绿色，变黄色，变黄。哎，我们的通道已经结束了。不了，不然了，我不了，不了。两张吗？你走了，你还是走了。你四张，还剩一张。没有红色的呀？那不是红色。哎，不，他红了，他可以再出一张。他没有黄色，他没有黄色，只有一张黄色。不是黄色，你又不了。五脑，五脑，五脑，五脑。几啊？六啊？我五了，不是五了吗？那个五了。九。你也没出蓝色，是蓝色，因为他最后一个是蓝色，他是蓝色。你说的是六是吧？你得出蓝色，或者是另外一个颜色六。你要说蓝色或者是下面的六跟七有什么用吗？没关系，就是同颜色的可以转，就只出颜色。对，就只是可以顺利拿牌，就可以出三把。红色来一波，左边红吧。但是我没有红色，我变绿，变绿，绿色，变绿色，变绿。哦，绿，哦，数字一样变的。对对对，数字一样变颜色了。我因为就颜色没有，就直接摸。对，就必须绿色，这一圈都是绿色。对，因为他换了，我只能出绿色是吧？对，出绿色。那怎么样？我颜色刚说。对，二是吧？二，我就喜欢。对，啊，这个数字还得加的。不用不用累加，他只是要找零。我用一下。他换一个玩儿，他是自己在家换一个吗？刚开始那个，那就是中间要通那个。那个是禁止，就是下一个人不能摸牌，不能打牌，直接。啊，你如果有一个一的话，就打另外打一方。是为什么呢？跟他一样，就可以再打人。就这个游戏是谁先打完谁算赢，因为今天晚上出不完。七男七，那我看我去出吗？因为他是七，你除非你有七，你才能出。我现在不可以的。我用这个加二，然后你就出什么？他就摸了两张牌啊，然后他就出了条红。他正常数字。对对，然后我出了三，他也打个三，所以第二张牌他就可以再出。出个这个七的牌，那我没有红色，我摸牌了，我就去摸一张。对，红色怎么摸？再摸。现在就是王源是吧？对。拿牌。真的是比赛场，如果是智仁哥还是不智仁？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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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怎么样？打个红色牌。我现在两种结果，两人二出，这是出绿色，就随便出绿色，一空牌一，就把绿色出对一，那相当于你就帮了他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是黄的吗？是下家。你看什么？然后这是黄绿出男子，黄什么颜色？你说继续黄红，先起出你摸到了呀？他摸到了。这个就没有可以抵消的，这个就可以变成他自己的一种什么？不知道谁赢谁输。绿色，那么多红色的吗？他摸到了，他都摸到了，这小青是被蓝色。对，那么多红色的。我红色。蓝色，蓝色，这真有啥？蓝色。你怕我变绿色吗？小马哥赢。绿色，我赢。我赢。那你可以再打，还可以打一个红色。你再不赌，再打两把来放。那不功能牌不行，功能牌不能一打。那我还再出个红色。对对对。那我让没有红色，那就这个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你可以。那我不出红了，出这个。那我就打不了啊！对对对，打红色。我没有，我这个可以打。你可以打蓝色，蓝色，进效果，然后二是蓝色，出蓝色，九，蓝色，出蓝色，五脑，我服了，很难。这个还不是，这个牌在自家里。红色，你不能把你换了。那你记住了，我进，他把你进了，你要摸黄，是吧？打不了，你干嘛可以玩？你打麻将啊？不是，他正好摸的是黄，就可以打。因为现在牌面是黄色的。你不早点说呀？我刚才就有。哎，你可以质疑他，如果他有绿色没有打的话，他就可以摸死。然后我就质疑他有绿色没打。就两个，就两个，再说一遍，你质疑他，如果他真的有绿色没有打的话，他要摸死。我就质疑他有绿色没有打。红色，刚才两个，但是他变的绿色。质疑绿色，你只能质疑红色。啊，对对对。你又来误了，我来，你看刚才就这样，我知道，我现在解释一下，如果现在打的是红色，我说变色，我手里牌如果有红色，你质疑我，那你就摸八张，懂吗？如果质疑成功，那个人就摸四张；如果你质疑失败，你要摸八张。你质不质疑？我摸牌还不行吗？哎，那我可以变色，变，你九变不了，他就一张，不是变，对，哎。今天有哪些事儿？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下面来看吧，继续摸摸几张一个，没有的是要扣牌。那我还再出个红色的。等一下，他质疑这个，不是你说。来，我们猜拳，看谁先摸吧。上牌，六点的布猜拳谁先摸吧。来摸，哎，谁快一点？别等。摸几张？七张。放快节奏，当当当。漂亮。当当当。把我的风衣拿来，没说没看我要风衣吗？我吃个巧克力。好，没有七张。怎么讲啊？没有七张，还没有七张。你们不摸吗？摸了，只有七张。七张，你有了？哪有啊？我说你现在有了呀，没事，就先 OK 来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，蓝色加二，你
有加二吗？你给我停！你有绿加二，你要加二，对对对，绿色加二也可以抽，那加四张对吗？对，加四张，要加二。为什么呀？没加二，这样就往四张。那我这个不能出，只能出加二，我的天！那我讲话，那我现在出绿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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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吧？对，你还有绿色吗？我有七种颜色，你还没有。加二，加二，又加二，现在就累积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加二，又加二出。哈哈哈！六张可以，就打工那盘反转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那加二的时候，那我出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出加二。不可以啊！你要摸六张。给他下来，下来。先摸呗。我然后该我出了是吧？对，出。这个不是把坑挖给我了吗？自己。出红。二。红二。加哦，红二。加四吧。